摕到小狗病疫苗，国庆乡公所的兽医师是亲自到厝为乡亲的猫甲狗进行注射的动作。这嘛是被列为小狗病防疫重点地区国庆乡现在进行第二阶段的防疫动作。注射率哈、哦、已经达到大概95%啊，所以对那个疫情的控制哈、哦。哎，应当是有非常好的效果的，那个较安心啦、啊。啊，无因为阮这大家吼，阮民宿人客来，拢都很多客人过来，伊拢狗狗嘛，带出去遛狗啊，啊，猫咪小朋友也很喜欢玩。为了将防疫工作来落实，国庆乡公所除了由防疫所所提供三区4000多剂小狗病疫苗，各有公所家己购买500剂疫苗，来帮病地5000多个猫甲狗进行注射，就是希望将专业的防疫工作做甲上完整。全乡的狗哈，所以他也我们大概剩下来在自己再加买了500剂的这个狂犬病疫苗，对我们这个平地古坑乡的这平地五个村落啊的这个家禽家猫在加强注射。因为陆续发现着病草很麻，所以现在高雄公所嘛，好友民众一定要小心，嘛提醒大家，若是有饲狗、甲猫，一定要带去注意防虾。还有部分的饲主还没有带他的宠物来让公所来施打这个狂犬病的疫苗。我们现在在呼吁说，这些饲主要负起饲主的责任。那第三波阶段我们实施完毕之后，我们会清查这些还没有施打狂犬病疫苗的饲主，我们会限期通知他要带到动物医院去施打疫苗。BDV 一区的各影响行业工作嘛，不断的进行当中，嘛希望这段期间大家会当配合，千万唔通将厝内猫甲狗乌白单调，一旦被发现，是要被罚款万5块的。记者王金星，长报道。